后说都建议你穿裸，说话是不会有透的问题。对了，是说因为都是底都是浅色嘛，那这样你穿裸色就可以啦。这个款式很斯文的一个新年款啊，可以非常斯文哈。我身上这个是粉啊，它所有的底色都是 cream color， 紫色 OK 紫，这个是青。加我身上这个粉 ，OK， 底色所有的底色都是 cream color， 它的颜色很接近，尤其是紫和粉。其实我的粉呢是有一点带 lilac pink， 就是有一点带紫的 ，OK。可是我没有放它 as a 紫，是因为我这边还有多一个薰衣紫 ，OK。这个紫啊，这个是青 ，OK。然后来进看款式先。两粒马牛啊，衣领这个 part 的马牛 ，OK， 一样是可以开，可是你没有必要去开它，因为毕竟穿的时候是隐藏拉链在后面，由上往下拉，左右两侧有口袋方身的，下摆它就属于一个长的，然后属于一个小鱼尾这样子，它有一点小鱼尾这样子的款式啊，转后面是这样子的，整体它穿起来是那种改良版的旗袍就对了，非常显白啊 ，OK， 袖子这个 part 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。这样子的折，然后 rubber elastic 把该遮的部分都遮完了，有口袋，长度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。想要找新年款显白的，因为可能说整件红有些人就不敢穿，还是整件紫就不敢穿，我觉得这件很适合，因为 over 整体它穿起来它的底色是显白的，然后它只是印花这样子的颜色。 OK， 我们前几期呢有一个是 flare 的，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包臀的版型。 OK， 所以颜色方面不推荐啊，因为它的底色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对，自己要的那个。这个是粉啊 ，OK， 这个是粉。助理穿的是紫，来，我去换青色给你们看先。所以说这件呢，助理是穿 L size， L size 穿上身肯定是有空间，因为它的面料弹力是属于一个微弹啊，这个的面料是微弹，所以助理是需要穿 L size， 所以说 L 是9880，所以说穿助理身上肯定是还有空间 ，OK， 然后因为它面料弹力不大嘛，我们就不建议穿太多，所以说这个啊80，所以穿我身上有空间，上围一样啊是还有空间。臀部一样是很有空间，所以你跟助理的尺码，这个款式是需要 L size， L size 等你穿起来上围腰围臀部没有拉伸之下都还有空间哈。然后说记得啊，你的它是不会透啦，是说你的内在里面就不要穿大红大紫，毕竟可能说在太阳大之下，你穿太浅你也是可能微微会看到，可以穿浅色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身上这个是紫色，然后你跟我的尺码下单，这个款式是需要 L size， 老师非常适合啊，长度在那边，有袖吗？非常斯文的一个比较新年款啊，算是一个新年款，对，非常非常的斯文。OK， 所以说这一期比较讲的就是说长度比较长的，然后是比较斯文的款式，建议你带走这个。它臀部这边呢，它不会太薄 ，OK， 它不会太薄，可是给那些不喜欢穿 flare 的这一件就非常适合。来160穿起来整体那个的效果会是在一个7-8分的长度 ，OK， 我是穿着 L 哈。来，我换了青色，三个色都是适合新年穿的。OK， 我身上这个青，它整体穿起来很显白，很优雅，那个效果就对。因为它的底都是柔柔的颜色，加它的花是比较小、比较细腻的哈，所以说很斯文哈。这个款式，请看啊，粉和紫这两个色很接近啊。OK， 粉和紫这两个色很接近。我身上的青，整体穿起来想要比较 fresh、比较阳光的 ，OK， 带走这一个青色吧。它的马纽就跟回它裙子的颜色一样就对了。马纽是款式可以开，可是没有必要去开 ，OK。下摆就属于一个包臀，包得来，可是它不是那种贴贴的。就像开讲的 ，for 那些想要穿比较贴身、比较 fit 的，可是又不想太包的。这一件很适合 ，OK。来，这个颜色青色啊，所以说颜色方面不推荐啊，因为它的底都是一样子那种小碎花，然后看这边的显的颜色，还有它那个马纽 ，OK。青色、粉色、紫色。来，我快速去换紫色给你们看先。所以这一期谁要找这是印花的、啊，新年款式的，应该这个是其中应该是唯一一个款了、啊。如果你的臀部比较丰满的话，你这件还好吧？我觉得，如果是96的话，就要 M size 啊，需要 M size 啊，可能腰你就会比较宽 ，OK， 腰 M 75哈。OK， 来，我换了这个
紫色啊，它也一样是属于一个浅浅的紫色就对了。三个色整体穿起来都很显白很干净，就是因为它的底色都是小 cream color， OK， 怎么取舍的一个颜色，可能这一件我就不强烈不推荐你包色了，因为它的颜色都很接近，可能就看你的以你的 lucky color 来下单吧， OK， 粉色啊， OK， 它有点带紫的，只是说因为我还有多一个紫色，我还有多一个紫色，我就没有放紫色，我身上这个是薰衣紫粉还有青， OK， CDC 17价钱是85 X 到 XL，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，助理这一件是需要穿 L size， OK， 今年的款式这一期 OK 其中一个款式 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休息一啊，我休息一个五分钟啊，八点四十五分，哎，八点三十五分再倒回来好吗？给我们休息多一点点时间，因为还有很多个款 OK。